熟练，十三剑诀，抽带提格，起脚压结，刺劈崩极点，十三剑诀，也就是十三个剑法。抽剑、带剑、提剑、格剑、洗剑、脚剑、压剑、结剑、刺剑、劈剑、崩剑、极剑和点剑，总共十三个基本的运剑方式。好，那我从最前面的预备式开始。预备式，左手持剑，左手持剑，剑身。练习杨氏传统太极剑。